哎，昨天出门遇到狐狸了，我们在准备走，他说站那会不会拍照片，拍不好你死定了。他想看我夹起尾巴求饶。那小子，我根本偷都没偷一下。以为我吃素的好欺负吗？他一个箭步穿上石头，我说我给你来个45度仰撇哈，咔嚓一下，狐狸五体投地。他看我很有本事，非要带我去见他兄弟。一个顺风车都来到去黑豹屋头门口，黑豹长起黑，非要给我下马威。嘿，还想耍大牌说。我说早都看到你了，不想出来都不要勉强，照样让你现原形。那么多年走西闯北耍摄影，啥子场面没看到过吗？要焦点有焦点，要细节有细节。黑完，黑豹变黑猫了。哎，非要跟到我学，教他，嘿，还不如我眯一哈儿。我眼睛一撑开，不是吧？拿点匹配来的初级材料哦。哎，因为挥舞两下字管都可以阻止本人发挥着。天真，想挣到哥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哎呦，说上还真的就上了哈！啊，飞飞飞，随便飞，林子大了真的是啥子鸟都敢来哟。我要是连拍，撞我树。我都一张滚了，我心想你个人熬烟啊，我回屋头了，练哈速度再来找我掰头。想当年我学拍照了哈，他们那几个还不要在哪点耍泥巴。哎，你们干啥子？那没得，不管是哪个，撇一次，扶一次。光学防抖，稳扎稳打，不得怕。嗯，全时段超清画质，火眼金睛，不得怕。嗯 ，AI 运动捕捉，面面俱到，不得怕。